人家搭理你不？烦不烦人？真弄不住的，你看看，我打扫个狗窝，他俩还那啥，还咬起来了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昨天这个艾米跟那个灰龙搭配了一次，这两天主要责任啊都在这个谁，主要任务不是责任，主要任务都在这个黑龙身上，所以今天给他弄了三只鸭子啊，那鸭子满满一大盆，让他尽情的先吃一次，让他。补充一下营养。哎呀，这让他出来吃东西来了，一会儿玩起来，你看呢，回龙，过来。这边的，对，上这边。来，全给它剪开了，这个太厚，鸭皮厚，不好嚼。整个他就不怎么喜欢吃，他嚼成小块他还能多吃一点。坐坐，哎，好，就这样坐着吃，我靠，就这样坐着吃就行啊。黑罗是这里边狗里边最稳重的一只。过来看看，他一出来反正得转几圈，然后再回来老老实实的吃东西。黑龙，找艾米去了。今天不行。回来，快点！今天不让他出来，来。让你吃东西来了，你。这一看，这出来之后不安心吃东西啊。人家从手里抢，他也不是咬你手。对，坐下，坐下，让你吃。好，吃快点。吃快点。自己吃吧。愿意挑哪块挑哪块。啊，想吃哪个吃哪个。鸭腿。哎，还是找艾米。嗯。尽情享受你的美食，不许看别的狗啊。艾米，他们几个再漂亮，你也不能去。给艾米送去啦。到那儿吃去了，那是大鸭腿。我以为你那么好心，给你媳妇送一块呢。过来吧，还是找艾米。回来。来，我撵着你了。吃完，吃了的。给你俩个小棍的来。
吃个饭，你说你还溜溜达达的，你看。非得让我给你拿着吃是不是？啊？非得让我给你拿着吃啊？来，那个鸭翅，不是鸭翅，鸭掌。我这鸭掌吃了，我这鸭掌吃了，给。给，总是你的心思没在这是吧？行，我把这肉，黑龙回来，回来，我把这肉放你媳妇跟前，看你看你那啥，有还有没有心思吃？吃一个扔给他一个，他吐这儿，我塞这底下，走了，吃了啊，给给。这回吃吧，吃吧。看来这是肉不行了，是吧？不吃了，给俺你吃吧。他吃了，哎。让它补充营养的，不吃了人家。嗯，回来回来，吃一块吃一块。跟你说，你不吃都让你媳妇吃了，这会儿啊，自己叼去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吃快点，再不吃快我就都给他了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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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他了啊，我给他了啊。只要你不吃，我就给他。那你不吃，我给他了啊！你俩要是吃三只鸭子也不少，他占多数。还没吃几块呢。嗯。这会儿他让他吃了不少了啊。嗯。马上就没了。没了。嗯。对，你这样吃多好。给俺米，别提这俩字儿。你一说给俺米，他立马这家吃的就快了。等会儿多米，你看人家俺米馋的，你赶紧给人家一块儿。一，哎，看，抢过来了，这家。你给人家一块儿，你别抢，看看他就不吃盆里的。他吃盆里的，你看人家两口，看不喝汤了。这家伙，总之来说他吃的不少，吃了占一多半吧。你给他放进去要不？阿米，吃点肉汤吧来。呀呀，黑罗看黑罗。那不进，不让他喝了，那你喝了吧，给。他还不喝。那你走吧，走吧。哎呀哎呀呀！不行，他快进去了啊！不让他进去，就趁这个机会，他也在闻闻那个阿米。嗯，还撒娇呢，这个。你别喝了，你刚才都不喝，人家喝去了，你又喝去了。你说这晚上？他喂不喂这个阿米吗？你说他吃的好几块，喂不喂都行。其实现在反正总之这段时间不能让他吃多。嗯嗯，行了，给你吧，打嗝了吧。嗯，哎，肚子
立马就吃起来了。嗯。还打嗝呢。行吧，咱们出去吧，咱上那边玩去行不行？啊？呀呀！多米，多米。天要是有这个大秤的话，把它称一下，看这家伙多少斤。真的，我现在你看推它的时候使老大劲儿，才能把它给控制住。他瞅着阿米，他不离开了，你看。嗯。那你在这儿吧，我走了啊。哎呀呀！完了，拉这个结晶上了，这家。哪儿不好拉？我打你！回去吧，回去回去。鞋子咋用啊？去。你看你拉的，还不赶紧回去，回窝里边，回去，不用找我。过来。鞋就上了，那咋摸呀？我不管，你弄。我不用了。